大家晚安，请用向时间。我们先带你来关心的是，解放军上周进行的是围台军演，而其中在八月四号这一天，四枚飞弹是掉落到了日本的经济海域，当然当时是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关切。现在日本媒体共同社就报道了，这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要让飞弹落入日本海域的这个目的性呢，就是要警告日本不要插手台海的问题。而当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其实也有向中国大陆政府来提出严正的抗议，另外外交上头也有一些抗议，像是外务省有向中国大陆驻日本的大使孔铉佑来表达抗议，但现在的抗议力道呢，当然是受到了在野党的质疑，认为这样的力道实在有点太薄弱了。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他就说了，政府当时应该就要召开的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不过当时岸田他除了是口头上的谴责、口头上的抗议之外，却没有召开相关的国安会议。而他也认为说，如果轻忽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对未来整个国安是非常不好的影响。而这也让日本的新任防卫大臣滨田靖一，他一上任之后就立刻提及了中国大陆等军事动向，还表示说要强化的是美日军事同盟，从高度复杂化安全风险来守卫日本，要强化整个日本的安保能力。而现在台海局势升温，当然其实要来看到的就是美日军演，其实动作也是不断的。而现在根据了一份最新的统计的数据，美日军演的今年的次数是比去年同期还要增加了50%，当然目的就是要威慑在台海周遭的这些潜在的冲突，所以剑指中国大陆的意味是非常浓厚的。而其实外界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美国航母雷根号的动向，因为白宫还有印太事务的协调官坎贝尔日前就一直提及说雷根号将会通过台湾海峡，但是呢，现在根据大陆南海态势感知平台他们所发布的这一篇最新的报告，还有一连串的贴文，目前的掌握到的它的动向是有往南走的趋势，但是呢，他们认为说，是因为这个雷根号它要避开台风米雷，或是支援其他的军事的行动，保持一些防卫的工作，不像是要通过台海的状况。而其实要看到的是，日本的已故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他的国葬目前时间是9月27号这一天会举行。现在根据日本媒体读卖新闻就报道说，日美两国正就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出席，现在展开了一连串的协调。贺锦丽届时如果是顺利成行的话，那也是他就任副总统以来首度访问日本。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拜登身为总统，当然行程是比较难以安排的。以副总统出席安倍的国葬的话，可以宣示的是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也可以赞扬安倍要强化两国外交上的一些关系的成就。日本首相岸田呢，到时候也会安排跟贺锦丽来会谈。当然，外界也关注的是，那么中国大陆呢，也会派代表到日本来出席安倍的国葬嘛？因为毕竟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因为军演有一些些的紧张。而就是要看到的是，这个南韩总统尹锡悦今年五月就任之后，他在17号就要上台满100天了。外交上头他展现的是亲美路线，对北韩的态度是相对前朝来的强硬的。现在预计要在八月底要举行美韩联合军演，但是呢，他现在的支持度却跌到新低，只剩下24%。许多的民众更是上街游行，希望政府停止对北韩还有中国大陆的敌对态度。윤석열정부들어서대북강경정책과또대중국압박을향한대외정책이굉장히강경해지고있기때문에한반도평화를또남북의화해협력을요구하는이런열망을담아서각계가함께하게되었습니다尹锡悦在5月10号上任之后，支持率就不断的下跌，包括了像是民生问题、通膨问题，还有人事问题，还有在美中两国之间的外交问题都备受压力。韩联社现在报道，尹锡悦在17号将会召开就职百日的记者会，他可能会公布新一波的人事改组，要度过目前的执政危机。大陆海南三亚因为日前出现了 BA.5 的病例，所以全市是无预警封控，现在导致有15万名的游客滞留，民众回不了家。当然了，现在民怨四起，而海南政府呢，13号也向民众来道歉。新华社就报道，目前官方已经有所安排了，安排旅客离岛
像是在机场这边总共会载运是滞留的旅客1514人，那么在三亚的凤凰机场会载运的是7300多人，其实大多数的旅客都已经滞留至少一个礼拜了。而现在为了要遏止疫情的扩散，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还表示说，加速会建造方舱医院，要确保这一些确诊者还有密切接触者可以入舱来隔离治疗。好，再来看到英国一名18岁偷车贼，是为了躲避追缉，竟然硬生生的藏到大型的泰迪熊玩偶当中，而且他还是被警察识破了。现在这种荒唐的行径引发网友热议。来看到呢，偷车贼呢是多布森，身高180公分，他异想天开的是把巨型的布偶从底部挖洞，自己塞进只有150公分的泰迪熊当中，但眼尖的警员就发现了熊玩偶居然会呼吸，进而就抓到他了。现在多布森呢得乖乖吃9个月的牢饭。国际要闻来关心到澳洲首都坎培拉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在今天下午1:30左右传出了枪响，机场呢是立刻疏散上百位的现场旅客，也造成多个航班延误或是取消。不过这名嫌犯已经被逮捕了。再来看到呢，根据警方就表示了，这名男子一共是开了5枪。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A male has entered Canberra Airport in the departures area. He is sat in one of theAreas adjacent to the glass windows. After approximately 5 minutes, this male has removed a firearm from his possession and let off approximately 5 rounds. 好，警方是表示这名男子一共是开了5枪，可以看到机场大型的玻璃窗可以明显的看见弹孔。警方是在嫌犯开枪之后呢，将他逮捕拘留。目前研判呢，应该是一个人犯案。好消息是，嫌犯在开枪过程当中，机场是无人伤亡的。不过犯案动机呢，还有待厘清。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消，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哪里购买呢？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